怎么了？有心事吗？Winter说我爸妈明天会来。好事儿啊，明天我陪你去接他们。我现在没有手环，一靠近，妈妈的心脏起搏器就会受到影响，而且我现在又间接回忆起10年前的事情。哎，万一我朱亚那天真的有什么幕后黑手，我现在这么一出现，一定会给爸妈带来危险。 所以我不能这么做。不过我知道，你一直在思念着他们，你努力的是用现在的生活寻找着真相，不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我回来了？现在因为坠崖的回忆就前功尽弃了，会不会也太可惜了？可是哪怕只有1/1的几率，我也不能让他们置身于危险之中。那你看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哎，要不这样。 你呢，跟我去接他们，咱们就远远的看看。想保护所爱的人，却不知所措，这种无力的感觉，10年前我也体会过。既然宇宙让我们相遇，雷初夏，我不会让你孤独无助的。别担心，会有办法的。